你等我也等，你不下来我不上去。我人早就溜了，还在地下室找我呢。人还跟丢了。手电机了，想收这台，直接帮你守着。我怎么知道压没压好？我要是没压好，他强迫歪给了吗？平了，这种卖人只能往平局打，他打针对我就卖，那我就往平局打呗。谁中午考试啊？人家肯定考完了玩的呀，中午还考试，饭都不吃了吗？解决了吗？应该是马拉松，应该有眼吧。
大多时间都在敲机子。给鸟有点迟啊，可能用香水的时候就应该给了。找新支去吧，他那边是最后一台。估计被守了，成一起了。人都不守小机子。慢了一点，我想去扛刀了。限制倒了我就跑，我就不开了。限制没倒我就摊一下，限制没倒我走了。用命他们。送哦，没换底牌，那应该三跑了，有护臂。那关太迟了，人都走光了。抓起一只了，有张狂的，他顶不了多久，直接被 A 死了，娃娃还没放出来。放出来了，娃娃在外头，那还好，可以卖，直接让娃娃修一台，
挂到死。放刀了。我第一个降级子是因为我什么级都敢修啊，哪台进我就修哪台啊，我不挑啊。你跳不跳？你不跳。啊，点错了。说卖掉了，但现在不卖，佣兵也得摘，我还得去摸它。太快了，这没办法，打得太快的人就别想赢了，保平打。我日，还往我这边带，这下好了，我也得溜了。我今天就是个泥菩萨，我自己都到不了门，还得帮他。你过来扛刀啊！你怕啥呀？哎 ，nice， 这就灵性了嘛！你个佣兵，那个怕什么？在那门那边左晃右晃的。
这就给鸟了呀！我手上一个杰克，应该杰克刚才被人打中了。好吧，黑白。 被震慑了，毛死了！被震慑了，我觉得可以挂死就了。补打电机去，补人皇吧，小木屋补不了了。 跟丢了，蹭个 buff。 闪现呢？偷偷摸摸就摸一会儿。 我也给你来一下，这都打得着，撑一下。 完了，白给了，白给一身红。人皇和海边，电机是够了。 打他一刀，打这个结尸。Nice， 走你。<音>
闪现还空刀了，真惨。有，哎，附了过来喽。又不追，又是手电机了。他也守不住，两台电机分开修。还没压好呢。挡到刀了，溜了，废我的。那我再回去修。真慢啊，这个幽闭恐惧。看他妈跑啊，飞了。今天咱俩只能走一个，不应该救的，应该把他卖了。你跟他上层猴直接揍他一下走门得了。他还跑了，他有球。
好像是杰克。我得往小木屋修。那小木屋应该没电机，因为这边刷了，只能往石墙走了。但石墙有人呐、啊，石墙有人，过去的话白给了。山里有屠夫，我只能往石墙走啊。只能往石墙走了。杰克，服装一刀，目前技能还没拿到，抓跳枪了。先知那边没电机呀、啊，往那边走就白给了呀。这阴磊也在三连啊，要跑一大段路。这位代是先知的，他守电机了，重新起。他不守，守不守？应该不打你守。这破衣加速刚出来，电机修完了。插眼，没底牌，插眼刚用了。这边直接走就行了，闪跑了。哎，这个佣兵真的是腿给你打折。赶紧溜，赶紧溜。拍了，还好选了个挑战师，不然这把选黑妹必崩。真就打死了。哇，直接三刀，这不炸了吗？还把我挂了。
不过还好，吃点不好了，至少还有机会。吃点默认真的快呀，一折叠满了。拯救千里捡尸呢？鸟鸟鸟鸟鸟鸟鸟！他刚才还在集装箱呢，下一秒就到我这来了，狠人呢！我暂时不修了，找根针用一下。他肯定是打算这个磁铁是直接挂的。现实金枪又被砍了。真的假的？他有牌，他有牌，摸不起来了。真的是，怪不得不搬约瑟夫，这约瑟夫也太灵性了。下次单买就搬约瑟夫，不搬蜘蛛了，宁愿打蜘蛛也不打这种千里捡尸的。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搬约瑟夫了。不好就卖了。哎，救不了的，不如卖了，卖了还能平局。就像你挂树，没人能救了。下次也搬约瑟夫吧，一直都是靠追的，除非运气好。进出金像碰到一个，这娃娃什么意思？算了，有娃娃，我秀哪哪有人？他没看见我。
结石顶不了多久的，他没用过石，溜不动的。 没装下来，还吃一刀，可能我要去救人了。哎，意料之外，我在意料之中的，救一下吧，不加双挂了。 他肯定打算吐我一口，然后再给我一刀，要么就打汽油刀。那我不着急救啊，这么贪。 救一救，让结石走远点，多谢了。球呢？留着过年吗？ 你要打娃娃，那我留了，那再见。 你手电接我同一起。 哦，幽闭恐惧。差点加速上来，我跳下去了。
磁铁瘫了，跟磁铁要死。快走了，那钱包还在那抽宝。应该不是吧？老头，那完了！遇到老头和约瑟夫，基本是赢不了的。除非他是一个成人呢。我操，这都抽得到！带你环游大房。佣兵还脱手炸了，送了一个技能，还我了。就玩你个瓜皮！闪现。二楼吧，遇到老头就赢不了，只要遇到老头，约瑟夫100%输。你看那调香师活生生被扎死，狠！看来双倒了。
能量都不控的吗？这滑的这么菜，这传说怎么能直接活活扎死的？我反正消失了，我电机也不能修，什么都不能干，修电机我就死。我的天哪，500。杀死！先控能量吧，又开始划我了。下一局吧，不想玩了，按都不想按了，哎。真的是碰到这种就赢不了了。哎，我想炸一下的，我要看看什么图。好吧，又是西。翻窗户吗？你现在翻估计要死了，还好。跟一下吧。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闪现。
八十了。上板快无所畏惧，你不追了那就是在送 buff。 翻翻这个窗户，超简单的。三级跳了。两台够了，肯定慢呢，我没修电机，他们压力大，很正常的。闪现打 TS， 这波他亏。我溜了，有人开了。毒封通一刀，转到房我就帮忙。去帮忙，他翻一次床撞他一次。到了，来晚了。闪现，既然闪现的话，我秒救了，我不敢撞了。这边有两层丝，
哎呀，坑爹！你让我翻了，说不出话。你这样调完师，那调完师很难看啊。闪现脚了，我觉得这台不能我修，这是明棋呢。哎，点错了，完了。他以为别过了，这里没有好啊。干是干得到，想点个我需要帮助了。
收电机，我觉得他点不了。他是不是走错门了呀？大门开了呀。